讲的题目呢是平安喜乐，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，也是神的应许。神的应许让我们做神的儿女，他就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。有一本杂志呢叫《展望》，几年前他就问了一个美国比较出名的人物，关于平安是如何去获得和如何来定义。有一位作者他说，他的平安就是每天下午领着他的狗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在那里散步，他会觉得他有平安。又问了一个议员，阿里多纳的议员，他说他常常去大峡谷那里，在大峡谷一片景色中散步，他会觉得他有很大的平安。然后问了一些广播电台的主导主播员，他说他愿意在一个小船的飘荡在湖上，会感受到无限的平安在他的心中。那我问了一位大企业家，他说当他在火炉的旁边看着窗外的雪景，他会感到平安在他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看到这些平安，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？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一个外在的因素，美好的环境，没有人的情况下，漂亮的景色，他会感到平安。其实啊，我们也会感到平安的。哎呀，你让我在火炉旁看着雪景，我也平安啊。在湖上，当然在湖上小船飘荡着，我也感到平安。其实我们的人生并不是让你这样的，它有很多风暴苦境，你刚想要按下心来，有人来敲门啊，你刚想要睡觉，外面有警笛声啊。外在的环境不一定是你所愿的，所以当他们问了以为他当时是一个哲学家，他是积极思想的哲学家，他其实也是基督徒，问他关于平安，他就回答，他说我是从耶稣基督的关系和对神的信心上，我感到心灵的平安，是一个心灵的平安，是你与耶稣的关系，是你对神的信心，只有耶稣才能给你真正的平安。耶稣自己就说过，我赐给你的平安不像世上的平安，虽然你有苦难，我已胜过他了，而这个平安是属灵的平安，是永远的平安，不是因为外在的因素。你本来很高兴，今天我要看妻子打球啊，东西也买好了，什么都买好了，就看电视就可以开了，突然那个沙发一下坏了，躺下来了，电视不响了，你的平安完全没有了。所以平安不能靠外在的因素，我们要有心灵的平安，还是真的平安。我们知道有一本《忏悔录》很出名，是谁写的呢？是奥古斯丁。奥古斯丁在《忏悔录》的第一页开始，他就说：“神为自己创造了我们，除非我们安息在神里面，我们的心永远不得平安。除非你与神有联系，你的心
有耶稣，你在耶稣里，你的心才会平安。要不然，外在的人看你好像很好，好房子、好车、好的家庭，可是你自己知道，你睡不着觉，每天没有平安的。平安是要与神建立关系，才有真正的平安。所以保罗在十五章罗马书提到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、平安充满你们的心。所以喜乐、平安充满了你的心，这个靠着圣灵使你有着盼望。所以哈利路亚，我们信了主，神的应许使我们有平安和喜乐。而罗马书呢，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平安喜乐。我们的平安喜乐从哪里来？那我们就要看一下罗马书它所教导的。我们这一系列的讲台是罗马书。罗马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书信，特别强调让我们因信神而得到了一个切记的平安和喜乐，也就是得救的信息。保罗在罗马书开始，他说介绍、祝福、感谢和渴望，他介绍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特蒙过耶稣差遣传神的福音。他祝福罗马的人，所愿恩惠恩典加在你们的身上，是从父神基督加给你们的。他又感谢他们，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，我感谢。同时他渴望说，我切切想要到你那里去，我要把我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坚固。所以他在保罗书信开始就自我介绍，为什么我要去那里，然后马上他就开始讲神的大能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不但是你们罗马公民，不但是犹太人，不但是外邦人，都要从神的大能福音开始。然后保罗马上就说，他特别第一章讲到外邦人，他们信神的外邦人，他们是不见不义的人，神的愤怒发在他们的身上。所以这些罗马和犹太人看了，对，是不信神的人，神的愤怒发在他的身上。可是保罗没有继续，没有停下，继续说神审判愤怒是公义的，不是因为他不信神就愤怒对他们审判，而是对所有不义的人都要审判的。所以包括犹太人在里面了，包括这些基督徒，你假如不宣不义，神还是会有公义的审判的。然后说没有一个人是义人，一个都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道路的，人人都偏离了正道。这是保罗前面一章、二章、三章在强调。那我们怎么看呢？没有能力，而且是完全的败坏。第二，我们就讲人的完全败坏，就是这件事情完全败坏。败坏有两种，一个是有条件的败坏，一个是无条件的败坏。有条件的败坏是说，在某一种情况之下，我可以做这件事，那这个条件下我就不能做。无条件的败坏是各个情况你都没办法做了。
现在没有钱还你，可是当我赚了钱，我就还你，这是有条件。无条件是说，我没办法还你了，不管我有钱没钱，我就是不能还你了。我们人的败坏就是没有条件的，因为神告诉亚当夏娃，亚当夏娃背叛了神，离开了神，所以人性就变成完全败坏，没有办法。不是说哎，哪一天希望他突然回答，没有。所以神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神的义就出来了，神就长了一个可以满足他的公义，也可以满足他的怜悯，所以让人借着行圣义，让他的耶稣基督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，三天的复活给我们了盼望，让我们信他的人都跟耶稣一样可以得到永生。这就是因信称义，这就是神的义。他一方面满足了他的公义，他不能让没有罪的当作有罪的，他们要付代价的，他的代价耶稣带我们赎了，他定了十字架，他死亡，所以神的公义满足了。可是你信了耶稣，耶稣又可以带着我们永生的生命，是怜悯了，所以神的义让我们因信称义。然后第四章，保罗就举了一个亚伯拉罕的比喻，信心之父，信心之父亚伯拉罕。我们一定要先看这一个句子，在创世纪十五章，有一天的晚上，亚伯拉罕心里很不安呐，很害怕。为什么害怕啊？因为他刚刚从死亡，当时发生了一切是大事啊，就是人类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发生的。四个国王和五个国王打起来了，这五个国王的军队输给四个国王，四个国王从北方来，把这五个国王打败了，把他的罗德什么侄儿都拿走了。亚伯拉罕就为了救他的罗德，就领着自己家里的土丁啊，他不是军队啊，领自己家里的土丁是救回来了，救回来了。可是呢，他还是不安心。所以那天的晚上，耶和华见他了，哎呀，不要不安了。说你看外边的天，亚伯拉罕看外边的天，天空星星很多。耶和华说，我要把所有的产业都给你。亚伯拉罕说，我年龄这么大，我又没有儿子，你给我的产业可能我要给我的仆人了，不是说不是给你的仆人，是要给你的孩子，就是我没有儿子啊。亚伯拉罕说，你看外面的星星，他说你的儿子儿孙就和外面星星这么多。亚伯拉罕就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耶和华说，你的儿子和信心这么多，亚伯拉罕那时候连儿子都没有了，已经很老了，很好事，哎呀很好，我看你。耶和华就说，你是义，这就是义信称义的开始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，亚伯拉罕不是因思维成义，他并不是说靠他很伟大，他甚至我们看到后面说他把儿子都拿出来献给神，这个时候他儿子还没有出生的，这不是因为他的行为，神就把他看作义了。二，不是因为隔离，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隔离，他的隔离是他第一个儿子出来了以后隔离的。然后
亚伯拉罕也不是因为律法成立，律法那更远了，是摩西那个时代才有律法，亚伯拉罕根本还没有律法。所以亚伯拉罕不是靠我们觉得好行为啊，他遵守律法呀、啊，他得礼啦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只有靠了一个信，神跟我说什么我就信。弟兄姐妹，可能我们有我们的孩子啊，可能你的小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不敢说大的时候，大的时候他不太相信我们的话。小的时候啊，你跟他说，哎呀，在家乖，妈妈出去马上回来，给你买一个什么，不要随便看电视啊。他可能就很听话，他也不看电视，结果他妈妈不在，打开妹妹说，不要，妈妈说不要看。他也相信你的话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有的时候，假如真的神说什么，我们就很相信，那就是义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信的，因为自己觉得，我学过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看到了，以人类的经验，有限的经验，有限的学识，来抵挡神的话语，不信神的话语。所以神强调，人只要信我的话而相信的话，他就是义，这就是因信成义。所以亚伯拉罕因信成义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很重要的一节，第二，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，因不信。我们从这里看到，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信称义啊？他完全相信，满心的相信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，没有什么要求啊。这个就是他因信称义了，他就变成信心之父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很困难吗？是很困难，要这个要那个，其实真的很困难吗？很困难，我们只要信就好了，因信成义。算为他义的这一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保罗在这里开始一句一句的让读者进入一个他要讲的正题。他说，你看亚伯拉罕，神说他为不是神算他为义，不是针对亚伯拉罕写的啊。那我们看的时候知道，下一句就是说，他也是为我们将来得为义的人写的，他也是为你写的。亚伯拉罕说，神算他为义，不是给他自己说，也是要对你说的。那我们是哪一些人？谁要对我们说呢？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是针对这些人说的。我相信耶稣基督为了我死里复活了。他为什么要死？保罗就说，他为了我们的过犯，我们的罪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他就是让我们从他的复活相信他而成义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借着亚伯拉罕的例子告诉大家，亚伯拉罕是这样成义，他不是靠行为，不靠信。所以这件事不单单对亚伯拉罕有效啊，对你们也有效，对我有效，对大家都有效的。我只要信就好了，真正的只要信。所以今天的经文
罗马书第五章，就他是来讲这件事。今天的经文呢、啊，我们按第一性诚意，就是说我们主耶稣基督一生相合。他本来的原文前面有所以，那我们说我没有翻译出来。他这个所以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这一系列的故事，以色列人不能靠自己啊，这样，因此我们要因信诚义。假如你因信诚义了的话，就主耶稣基督第一件事与神和好。所以神算你为义的，是有福的。这点这句话很重要，诗篇和罗马书都有记载哈。一个人有没有福，只是看别人，看任何人说啊，这个人很有福啊，这不算是的。只有神说这个人是有福的，这个人才是有福的。我们常见的人，哎呀，辛苦啊，这么。怎么算有福呢？神说这是有福的，那你就要觉得这个人是有福的。所以神说算为一个人是有福的，那我们就是有福的。而这个福第一个首先的条件就是要一神和，这是最先的条件啊。那他在第七节又重复了一遍，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借着生儿子耶稣的死，一神和好。大家请看第十节和第一节，得一神和好，前面一句话，前面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一神和好。第九节是借着耶稣基督和儿子的死，一神和好。所以一神和好。这是借着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什么了？他为我们死了。这是借着相信这件事，我们一生和好。这里有一个字让我们看了很紧张的啊，就是仇敌两个字。神说你们还是做我仇敌的时候啊，你们要借着耶稣和我和好。大家想，哎呀，我怎么跟神做仇敌啊？弟兄姐妹，哪一个人他说他要和神做仇敌啊？没有人敢说我和神做仇敌。可是你自己说不要和神做仇敌，可是神他觉得你就是和我做仇敌。为什么？圣经教导了，我们做恶行。心里说他为敌，你表面没有说，但是你心里还是说他为敌。耶稣的教导里面告诉我们，做一些事和不要做一些事。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说：“啊，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。”你真的不知道吗？圣经里面确定神的旨意太多了，孝敬父母、奉献、不要说谎话、待人如己，这都是圣经所的旨意，写得很清楚。你不能说我不晓得神的旨意，这都是神的旨意。可是你不照着神走背道，那就是一神为敌。然后还有的说，我想要和世俗为友的。就是一神为敌吧。而现在流行这样，所以我也跟着这样，人觉得不是很好。这里我们有一点要稍微缓冲的余地啊。啊，一个时代啊，它有一个时代的流行啊，你要是。现在假如说都穿裤子比较长的，你穿一个短裙就觉得格格不入啊。现在流行短裙，你穿一个长的也觉得格格不入。这个时代本来是大家都穿喇叭裤，你就穿一个短裤，
人家现在就流行走裤，你偏要穿一个喇叭裤，不是不行，就是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。那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，人家干什么你要什么，对，经常说人家做什么我们不要做。这里的习俗啊，不是指的这些啊表面水意识的，而是说世上的一切啊，大家普遍认为的诱惑啊，普遍认为的价值观，今天大家对同性恋世上的普遍性都觉得可以接受了，而你说不行，我不能接受，这个就是不义之徒伪，他们就会批判你，指责你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成为敌人，体贴肉体的就是一成为敌。我们常常考虑我们的肉体，就是一成为敌。耶稣说：“彼得啊，你说我是谁？”彼得说：“你是神的儿子。”你说很好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就要回耶路撒冷，我要被十字架。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不行啊，你不能去耶路撒冷。”耶稣说：“撒旦，退后吧。”他本来是彼得啊，这个时候马上就变成撒旦了。为什么？他就变成一成为敌了。圣经后面讲了一句话：“他只体贴他肉体的事。”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体贴肉体就是一成为敌，所以今天我们因信称义就是不一成为敌，这是第一件最好的事。没有这个，你没有什么再继续砍下去的必要。神把你看成敌人了，你怎么从敌人手中得到东西呢？没办法，所以你要先因信称义，神就把你看作和好，你是敌人了，然后人才让你进入现在这个恩典中，让你欢欢喜喜的有神的盼望。因着信成义了，然后借着他就是耶稣，我们就可以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。进入是引进的意思，现在所造是持续在内，很多的事情我们在世上大家也经历过，也明白。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自己进去的，要有一个人领你进去，引进你。他可以领你进去，你进去了以后，可以站在他的里面，持续在内。不是进去马上出来，你是继续在里面，还在哪里面，在恩典里。所以我们能进到神的恩典，是要靠耶稣领进来的。因为我们完全败坏，没有办法，所以耶稣领你进来，到神的面前，然后神和你和好，你就在神的恩典中。持续在内，是第二天就走了，就你一直都在这个恩典里。所以我们借着耶稣进入了神的家，就一直在神的家里得到神的恩典。这个恩典就是我们前面讲，神盼望有人有福的人，就有和平，就有平安，就有喜乐，甚至还会得到神的荣耀。到了第八章，特别讲神的荣耀。罗马书前面一二三四介绍为什么要因信称义，第五章开始讲因信称义的结果，有平安喜乐。不单讲平安喜乐，到了后面第五章七章说我们是得因信平安喜乐就好了吗？不是，还要成圣。然后到了第八章，成圣最后得胜的时候，就是得荣耀的时候。
是一系列的过程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看到欢欢喜喜是跨越以你为荣，我们一信称义了，我就欢喜，我也平安喜乐，而且能够盼望心里的切据，盼望我会得到神的荣耀。我们的希望啊，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确据的。明天你要去旅行，可是天气预报明天天气不太好，你就说希望明天的天气好吧，希望的明天天气好吧，这是一个希望，你自己都不确定啊。可是我们对神的盼望不是这种情况，我们对神的盼望是有确据的，只是时间没有到，他一定会得到的，这个才是盼望。大家看，这是马丁·路德的图像。马丁·路德和我们一样，他21岁，他的父亲本来希望他做律师，可是21岁那一年呢，刮风大雨，他在外面山野走路，一个大雷呀、啊，打到旁边的树木，他吓了一跳，赶快躲起来。他就祷告了，说：“神啊，你不能要我的命，你一定要救我！我向你发誓，我把我献给你了。”他就起誓了，21岁，他就回去跟他爸爸说：“他不要读法律，他要到修道院去做士师。”这21岁，他就去修道院做士师。他在修道院10几年。苦心的研究圣经，而且苦待自己，常常解释，常常几天不睡觉，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学校的这个修道院院长，说：“假如在修道院过修士的生活，能够确定我得救的话，我一定可以得救的，因为我比谁都受苦。”彻底用功，你就他后面说，但我不觉得我得救了。他没有把握他得救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了主好多年，当有人问你，你得救了吗？你心里也有同样的怀疑啊，说我真的得救了。你明天走的话，你就能到天堂。很多弟兄姐妹说：“哦，那要看神的意思了。他叫我去天堂就去天堂，他不让我去天堂，那我只好那地方不要说了。”就这样，不是的。马丁·路德也有这样怀疑，可是马丁·路德他说了：“靠着神的意，通过恩典和怜悯。”使我们因信成义。他修道院出来以后，大学就请他做圣经的老师。他在这个大学教罗马书，这个对罗马书就已经在的研究。他在这个教罗马书这段期间，他有一次去了罗马。马丁路德是哪一国人啊？是德国。所以他就去了罗马，到了罗马，甚至他爬过一个阶梯，这个阶梯据说是耶稣在耶路撒冷被审判的时候一个阶梯，罗马教皇把这个阶梯从耶路撒冷拿到罗马去了，让每一个来罗马朝圣的人都要走这个阶梯，所以马丁路德在这个阶梯上爬一步跪下来亲一下，爬一步跪下来亲一下，爬完了。可是他觉得他还没有得救的把握，所以他回来一直在教这个罗马书教。他终于受到神的启示，他有一天突然恍悟到，原来我得救不是靠这些行为的。乃是我信诚意了，所以他恍然大悟，
突然非常的高兴，他那天在学生的讲课上，学生说那天的马丁路德从进来教室到他离开教室，看不到他脸上有一点愁容。他以前都是满面愁容，一面在这里教课，自己还在这怀疑的。突然觉得我真的是得救了，我成义了，因着信，神就把我看成义，我就有平安喜乐，我必定会得救，我必定会到天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这个确据，要不然你每天都在为你明天能不能进天堂得救而煎熬着思想。没有，我们要相信我们因信成义的确据，因着有这个确据了，所以在患难中啊，我们还是欢喜的，知道忍耐，知道老练，盼望羞耻，因为神将爱给我们了。第二句话里面，我们要知道，人在世上，我们的患难是命定的。保罗说的很断绝啊，命定的，人在世上已经有患难，这不是假设，是已经有患难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苦难，而这个苦难呢，我们最重要的是知道。这一节的经文的中心点是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。你说我经过患难，我怎么能够这样下去呢？因为知道，知道很重要啊。你办一件事，你觉得很困难，经过一波、两波、三波。拿不回去的去做，因为你知道，你知道这件事本来就不容易，所以你可以折腾下来，再折腾下来，还继续。你假如不知道，你就开始怀疑了，是不是这个公安局的人找茬，或是办这个事的人找茬？可是你知道，知道这件事不容易，所以你才会。自己下去，所以知道是很重要。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患难，那患难来的时候，你不会惊慌，因为你已经知道患难会来的。然后，患难就是我们说的苦难。这个忍耐啊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忍气吞声啊。哎呀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算了，我寄人篱下，我只好忍气吞声。你是这种人呢？是坚韧，说 OK，endorse， 我会坚持下去。然后老练呢、啊，是一种成熟的品格。英文的翻译 character， 它是一种品格的形成。所以你经过了患难，你就会忍耐。这个忍耐会让你慢慢磨成一个好的品格。这个品格呢，会让你在任何的环境下有信心、有盼望、有乐观。这样呢，你就知道不会失望，不会落空。所以说患难来了，我们知道我要经过这一个患难，那这患难会让我慢慢把我的品格。所以他这句话是说，这个金子经过火烧啊，这个金子越来越沉，越来越沉，最后就变成纯金了。还要把里面的渣子啊都给它烧掉，这就是经过患难的一些枯井。而这个枯井有一个最大的前提，就是神爱我们。神不是无缘无故给你苦难的，神有一个爱，在这个爱的包容之下，有这些患难在你身上的发生，可以让我们知道神的爱一直在里面。所以为什么妈妈每次看孩子上学的时候，坐了校车，我常常听到她的妈妈说 ：“Hey, Kevin, do you know I love you？”
我爱你，让他知道他的妈妈爱他。他在这一天当中，虽然碰到不好的事，别的朋友欺负他，他心里面说：“我妈妈爱我，你好。”神的爱就是在这里，让你在苦难中知道神一直在旁边爱你，一直在旁边爱你。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说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因一人死是小有的，因一人死也是敢做的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这个爱就显明了。保罗他的用词，他真是把一件事情做一个对比，显明的对比。一人，人人。伊人呢是，在整个的情境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软弱就是没有能力，没有力量，也没办法去做没有帮助的事。然后呢，运气很重要啊，圣经里面也在教导我们，天下。万事都有定期，万物都有定时啊。爱有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什么都有定期。耶稣来到世上，也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他降为人子。然后，一开始是还提到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同归于尽。不知道什么时都有神的时间，那这个神的时间呢，在我们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这个因人和人人，我们来稍微分析一下啊。因人是 righteous person， 就是这个人很有义。什么叫做很有义？不是我们想象中圣经说的义人那种啊，是说他遵守非常决心自爱，对自己也很自律。他很按照圣经的话语，他也去做，也奉献，也祷告。他们说，我们一想起这个人，就觉得他好像没什么瑕疵啊，这是一人。人人是，他和这个艺人稍微有点差别，他可能没有艺人这么没有瑕疵，可是这个人比较有善心，有爱心，是一个好的人，常常来帮助你，常常来扶助弱小的。这个艺人，他有的时候是不善其身，他自己很好。他不说话，他说十点睡觉，他就绝对十点睡觉。这个人人呢，他说十点睡觉，他女儿说：“哎呀，爸爸，你再陪我一会儿吧。”他就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我再陪你一会儿。”说人为一人死的很少，几乎没有。大家虽然说他是一人啊，可是人家说。你为他死吗？为人人死的可能还有，这个人很好，他可能不是这么没瑕疵啊，可是他常常帮助我，他是好人。甚至有一天有人说，他要换审犯，你要换一个给他，你说，好吧，弟兄姐妹。为一人死的几乎没有，为好人死的可能还有，可是为罪人死的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而在这个比例之下，神为我们罪人而死，所以神的爱就显明了。就证明了神是爱的，这个就是一个确据。弟兄姐妹，刚才我们讲了，
马丁路德为什么没有确据？从这段经文里面，他让我们看到，这个就是确据。你不要说你怎么做好事啊，当你做那么不好助人的时候，耶稣都肯为你死了，那你现在你还担心你没有得救，因为我做的不好？不是的，你是可以得救。你的女儿台上说：“爸爸，我是你的女儿吗？”哎呀，乖乖，你是我的女儿。晚上放学来家，爸爸，我是你女儿吗？你就是我女儿啊。明天早上，爸爸，我是你女儿吗？你每天在神的面前，我得救了吗？我得救了吗？我得救了吗？就是这个情况，我们要确据。耶稣，我们在救人的时候啊，你又不是什么义人，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你在救人的时候，耶稣都为你死了。圣经上说，耶稣神把他的独生子都给你了，他还难道不能给你其他的东西吗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在救人的时候，耶稣都为我们死了，所以神的爱不但是显明、证明了、确据了。好，我们靠着他称义，这是重复前面啊，在这里要重复强调了。我们靠着耶稣的血称义，免去神的愤怒。我们在仇敌的时候，借着耶稣的死与神和好，我们就印着他的生，我们就得救。换句话说，耶稣神他爱我，他宁可为我死。那他今天复活了，他看到你，他一定会领着你一起得救。所以你要有这个确信，要有确信。神说我不离弃你，他就是不离弃你，神一定会领你走。我在哪里，你们也在哪里。我去了，就是要为你们准备地方。所以我们相信神的话，他会让我们得救的。借着他十字架流的血，成了和平。他叫万有地上、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，我们都与神和好了。这里有几件事：靠着他的血成义，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借着他神儿子的死与神和好了，因着他的生得救了。所以结论就是，我们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做成的。我们不要做任何一件事情，我们只要信，那我们就得到这一切。所以不是说耶稣啊，你做的太多了，我帮你做一点吧，不需要，你也做不了，你只要信，我们只要信。最后一节，不但如此，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也借着他以神为乐。大家注意，以神为乐啊，这个词，玛利亚她说过了，她怀孕的时候，她去看伊丽莎伯。他得到了启示，他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”因为他那时候害怕，害怕他的未婚夫约瑟是不是喜欢他，害怕社会的议论，他们城庄的人说要打死他，因为他没有怀孕，没有结婚就怀孕了。可是他去了山上，跟伊丽莎白有了一个交通，神的灵告诉他，让他知道，所以他突然觉得我是以神为乐，以神为神为乐的。所以诗篇说，当以耶和华为乐，他
还是在你心里所求的都赐给你。好，这句话我们很喜欢啊。神啊，我与你为乐，我求你什么你都给我。同样的情况之下，大家要注意看，哈巴谷也说了这句话。哈巴谷说：“然而我以耶和华欢喜，我以救我的神喜乐，对吧？”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呀？你要看他的前面。虽然无花果不乏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天地不出粮食，荒坑中也绝了粮，荒内也没有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还是以耶和华为乐。弟兄姐妹，前面一段的经文是说，我将我心里所求的你都赐给我，所以我以耶和华为乐，这是对的，不是错的啊。可是哈巴谷说，这样的情况，这个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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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是以神为乐。所以以神为乐是特别的重要。这里有第一个问题，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？回答，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，以神为乐直到永远。这是什么问题啊？这是 Westminster 基本要理问答107条的第一条。1643年，英国信仰非常盛大的时候，有160位，包括牧师、神学家、当时政府的要员、议员一起讨论，讨论了1000次啊，开了1000次会，经过3年，最后写出来这107条，这叫 Westminster 激励问答。他们说，这个是对神最美善的称颂，是最完整的教育。他第一条就是说，人生首要目的就是要荣耀神，以神为乐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啊，荣耀神是我们必须做的，以神为乐也是我们应当做的。以前为了并不表示说在物质生活上，在现今的生活上有什么辉煌成长，而是你心灵里面充满了一神同在，你这样以前为了你就荣耀了神。你为什么能荣耀神？因为你以前为了。这里面也有为了，也有为荣的意思，也是说你在众人面前不承认我的话，我以后在父面前也不承认你。我们要以耶稣为光荣。人家说你是基督徒吗？哭了半天不敢说我是基督徒。你以后到天堂，人说你为什么进来？耶稣也表明，哭了半天也不回答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以神为乐，还是荣耀神的。所以，神为乐是救恩的最高处，恩典的最精深的地方，人人同行同住，彼此享受，互为满足，直到永远，直到永远。好，今天的结语啊，我们看到因信诚意的结果，今天讲到。一生和好，进入恩典，盼望神的荣耀，以神为乐，这都是从基督来的啊！所以，我们站在今天的恩典中，有平安与喜乐。甚至我们盼望也要有神的荣耀会给我们。所以，恩典不是从我们自己做的啊，不是，恩典都是神给我们的。所以，起头是恩典的基督。内容是恩典的基督，得救的方法是基督，
然后结局也是基督，从头到尾都是基督。我们一直要跟随基督。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信心，相信神，相信耶稣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，三天的复活，得到永生的生命。他的应许让我们也跟着他有永生的生命。我们要相信，这就是我们的结语。好，结束之前，我只愿意讲一段真实的事情。大家可能也都知道，有一位姐妹叫柴素娟，她写了一本书叫《暗示之后》。她在书的结尾，她说：“我确实在疼痛中找到了平安，在苦难中得到了喜乐。”柴素娟。他是晚清清朝末年，他的父亲是江苏的副台，今天的话讲就是江苏省的省长，所以他出生于皇上之家，从小娇生惯养。可是他从小就看到他在家里面，他们家有24个孩子，他生下来是第几个女儿？他生下来他就看到他的哥哥姐姐们结婚的结婚，可是他发现他的姐姐都嫁得很好啊，可是回来每天在他妈妈面前痛苦，说他们的生活不美好，他就很奇怪，他嫁得这么好。所以他就觉得他自己太小了，所以他要求他的妈妈允许他到外面读书。他的妈妈最后没有办法，就叫他到南京，他在南京民的学校，一个外国人办的学校，他去那里读书。他妈妈说：“你爸爸是陈朝的官，你不能信你基督教。”说好，我最老不信，我只要学习他们的知识，学习他们的音乐。他喜欢音乐，可是他们的校长就是旁边那一位，以后做他的干妈了，李曼女士，他与他幸福，幸福他就传福音给他自己的家人，他们全家人55位都迎着他传福音去了。可是他有一年得了一场病。以后才知道，那个是严重的疟疾啊，把他的眼睛啊破坏了，所以他的眼睛非常的衰弱，不能看到一点亮光，因为亮光他的眼睛痛，所以他整天都在一个雾，窗帘很深的一个雾室里，还要戴上一个黑眼镜，所以他就是暗示之后，然后呢？19年，然后他们就和他的干妈回到美国，干妈是美国去的，在维吉尼亚，Lancaster 那边有一个城市，那里叫 Powell， 乐园城，他们在那里有房产，他就和他在他的地下室有一个房间特别给他的，他一直活到94岁。差不多有45年都是在这个屋子里面，不能出去，就在这个屋子里面。全国各地的人都去看他，包括戈培里牧师和他的家人都去拜访他。他甚至在眼睛没有坏之前来美国，还看到当时的美国总统给召见他。这么多人，千千万万的人到他一个小地下室的暗室里去看他，每个人都存着好奇，甚至还有的时候我要去安慰他，最后出来都是被他安慰，可是他不是安慰柴素娟，而是柴素娟安慰他们，所以他说了几句名言。
他说我从不问上帝为什么。在他的世上，他说我从来从来从来不问上帝为什么，我只问他你还要我做什么。我相信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上帝是我做的最好的选择，比我所有的愿望更能满足我的心，在他所安排的事中我绝不失望。是姐妹，就是这样的一位姐妹，数十年停在他的房间，在一个黑黑的屋子里面，他也充满了喜乐，他心中以神为乐。我们这个祷告，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感恩赞美主啊，你的恩典是何其的丰富，把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拣选我们要为我们牺牲，用你独生子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，借着他的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，这个盼望是我们的确据，我们知道必定会发生的。说我们愿意一生的目的是荣耀你，而心中也以神为乐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